过重来的话呢，我可能是成为音乐家，就像他们。如果重来，你的儿女重来的话呢，你会希望他读哪个系？结过婚的举起手来一下，结婚的，你一定懊悔，我最好不要嫁给那个人。人生可以重来吗？我挑这个总统，花姐可能挑错了。不管是世界各地，人生重来是尼哥底母呢，从耶稣所讲的话，他蛮诧异的。我妈妈已经不在了，我也可能重来吗 ？Could I repeat myself again? Could that be possible? 耶稣就用民数记21章，摩西举起蛇来，任何被堕落，包括火蛇咬的人，一仰望十字架，就得到赦罪之恩，圣灵就进来，你人生可以重来。这个梦想秦始皇很希望，他希望有永生。如果人生可以重来的话，美国导演叫乌迪埃伦，他说我不怕死，只是不愿意死的时候一到，发现我必须面对 alone。 那有没有人可以替我死？我发觉文学家，特别是俄国的杜斯托夫斯基，影响我很深。他曾经批评沙皇判死刑，死刑前一刻一刻钟当场放释放，不需要死亡，从此他生命不一样。他写了几本书，特别是《罪与罚》《卡拉马夫祝福兄弟》，非常精彩。他经历到人生可以重来。那今天你来参加第二堂，雨水这么大，或许上帝要告诉你，不管你几岁，我67，特别超过50岁的举起手来一下，超过50岁举高。隔壁告诉他，你时间不多了啦。将来会超过50岁，也都举起手来一下。将来会超过50岁，50岁跟超过50岁的都举起手来一下。你不举手，表示你会早挂哦。隔壁告诉他，我们时间就不多了啦。那有没有可能像尼哥底母所听到的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，也是刚刚林老师所讲的那个经文呢？是尼哥底母从耶稣口中听的第一句话，他第一个听到。我可以人生重来，我已经老了，圣灵一进来，你的生命就像雨水降下来，你人生可以重来，不管你几岁。他是个老先生，人生可以重来。所以今天是个好消息，就是好消息是当圣灵一进你心中，你 NG not good， 人生可以重来。 However or whatever you are， 如果你多惨，就像那雨水，那雨水在告诉我们，上帝的恩典比你想的更多更大。As long as you come into him， 你靠近他。那因为今天呢，在这个美美的教堂，台湾很少这么教堂这么漂亮，雨水四周围绕我们，圣灵若我一进来， No matter who you are， 不管你现在是谁，在什么处境，当圣灵进来，就像雨水进来，尼哥底母的好消息会变成你好消息。我从八个角度来思想：第一，人生道路只有两条，往灭亡后永生。约翰福音不像马太马可路加，马太马可路加那些福利福音写完了，他是最后一本写，他就挑几个重要甚至很跟你的生活相关的，包括那第二章呢，加拿水变酒，那个结婚的人马上结婚出状况，没有钱。第四章撒玛利亚妇人5、6个丈夫，这两个人婚姻出状况。第四章大臣的儿子病了。第五章毕士大使有一个人躺了38年的瘫子，人生有问题。第六章有5000个人饿了，而且是 大人。然后万一你被 lay off， 你就经历到第六章5000个人饿了的困境。第九章那个眼睛瞎子瞎了。最后拉萨路呢，11章呢死了。两个姐姐穷着急，因为爸爸妈妈好像不在，耶稣又不来，因此整个约翰福音就挑一个最生活的、吃的、喝的，眼睛病了，然后最后呢是死了，爸爸妈妈照顾不了。他挑个最简单的，你我都会碰到的，不像马太、马可、路加，你读得懂。人生比你想的复杂，所以难怪 Scott Peck 这本书就是心灵地图。第一句话，这本书卖了600万册。第一句话。Life is difficult. Life is difficult. 要活下去不简单。所以超过不到30岁的举起手来一下，不到30岁。
小于三十岁都举起手了一下。隔壁告诉他，人生会越来越难的。Life is difficult。更更要紧是呢，这些经过 difficult 之后的结果呢，是灭亡跟永生，绝对不是普救论，只有两条路。如果你没有圣灵，管你是财主，管你是普丁，管你是川普，管你是很有钱的王仁勋，最后是灭亡。除非你有圣灵进来，才会进入永生。拉撒路就走过永生的道路的经验。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两条路 ，choice is yours， 就看你如何挑，或者是如何顺服圣灵在你身上的感动。诺贝尔奖 Sobelo 他得奖的一个作品说呢，生命就像鸟儿在水面上呢快速飞行，突然沉下去，这只鸟不再上来，河水继续流。这个蛮写实人生，如果看中华江山已经五千年，四百个君王都轮流沉下去不再上来，习近平你只是下一位而已。人生就是这个情况。这提醒你跟我呢几个重点。我请问呢，特别是已经在上班的举起手来一下，你还在上班，不管你在哪里上班，举在上班的举起手来一下，请问时间跟金钱哪一个比较值钱？是时间，不是金钱。甚至呢，人生终点跟起跑点哪一个重要？终点。我们关心儿女的起跑点，可是呢，最后往永生是永永远远的话呢，你可能要留意一个可能比这个更重要。特别已经结婚的举起手来一下，已经结婚。我有一个助手，他是暗装，谢谢。举高，隔壁告诉他，对你的配偶好一点，免得你晚年的时候他虐待你。终点比起跑点更重要。终点，我发觉孔子可能讲错，他说未知生焉知死，圣经好像是未知死焉知生。我知道会死的时候，如果是躺在病床上十年，我就不会把熬夜、乱吃炸鸡，不要犯罪，不要堕落，不要对不起我的太太，免得她受不了我。就时间比金钱更值钱，你的终点比起跑点更重要。所以我一个很简单的论述，这我在神学院那么久，我第一句话呢就是一起告诉隔壁，人生上半场是为下半场预备的，一起说。一起说，人生下半场比上半场更重要。终点确实比起跑点更重要。所以尼哥底母是晚年的时候呢来找耶稣，还好他找耶稣了，他对的。不过你就知道这条路完以后有永生的灭亡，每一个人都在面对，包括无敌艾伦，没有人可以替你死，除了耶稣。就是第二个重点，人人都期待 NG 的人生可以重来。你如果问普丁，他可能会告诉你，我可能不应当打这个战争。问过离婚的人，你大概可以听到他说不要嫁那个男人。如果你挑这个总统发觉不满意，你会后悔。可是呢，耶稣所讲的正好颠倒。这撒玛利亚妇人呢，她希望人生，他觉得不可思议啊，他很希望可以重来啊。所以发觉约翰福音所挑的就是呢，那种五六个丈夫，然后丈夫把他休了，大热天来拿水，因为我不要有 honor 跟 shame， 都丢脸，没有人看到我拿水，才不会刺痛我心里面。所以你如果问撒玛利亚妇人第四章约翰，他会告诉你说，最好好好考虑你的婚姻，选对男人。你如果问那个挂墙耶稣旁边的两个强盗，讲白了，你去问绿岛的死刑犯，包括陈信兴，听过陈信兴这个人吗？听过，举起手来一下。陈信兴，对，举高。隔壁告诉他，你年纪不小了。他一定会告诉你，不要来，不要走我这一趟，不要走我这一趟。这两个强盗就是如此。不要走我这一趟。那因此就帮助你，像路加十六章有一个财主，
在阴间，在阴间，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。你如果问他，他会告诉你，不要为了祭祖的缘故呢，不信耶稣。因为你香烧的，我是台南后壁人，烧香是给阿公阿嬷你周先来对得要来对开，不可能，阴沟全过不去，我也出不去。所以不要为了说孝顺祖先，因此不好意思信耶稣。你的祖先会告诉你不要来我这，很苦很可怜，又出不去，赶快信耶稣吧，赶快信耶稣吧。不要为了敬主，为了祖先，我的哥哥叫他们你信耶稣不要来我这。难怪挪威作曲家Ibsen最后一本书叫是 When We Dead Awaken， 他说当我们这些死者复生的时候会看到什么呢？我们好像没有好好活过，不要等到 躺在床上的时候才想好好服侍上帝，才后悔我已经没有机会再服侍上帝。我是碰到不少的这种躺病床的人，是这种感想。 NG 人生很希望重来。所以你还单身，选择一个行业一定要找上帝。这个人是该嫁吗？这个工作该去吗？该移民吗？移民是一个影响很深远的选择。如果台湾你觉得好像有点不安，不反对移民，但是你最好，我人生可以再重来吗？可以再重来吗？所以呢，格里汉的岳父 Dr. Nelson Bell 说 Only those who are prepared to die are really prepared to live。 只有你知道我会死之前怎么死的时候，因此好好每一天为上帝活，好好活着。这第二、第三，谦卑的人心是人生重来的唯一门槛，不是拿博士，不是捐多少钱，不是做好多好事，谦卑。那尼哥底母是有点谦卑，虽然他里面有一些挣扎，他是晚上来找耶稣，暗暗的，而且拉东扯西。他说：“我们是知道你是从上帝那里来做师父的，又不好很直接告诉说我很想信耶稣，我很想认识你，我想敬拜你。”他呢用隐藏的方式，如果没有上帝同在，没有人可以行如此大的神迹耶。他就变成不敢直接讲，我是因为听到你，但是我估计我们有些人是说我太太叫我来的，你牧师上人牧师不要找我信耶稣，林老师你不要带我去敬拜团。他大概有这样的推东扯西的。那耶稣对这个老先生尼哥底母直接单刀直入，你鬼鬼啊，你还在那混啊，他单刀直入，你要重生，从妈妈肚子啊，从妈妈肚子里面。耶稣对他，对尼哥底母，对第四章撒玛利亚妇人不太一样。那个五六个丈夫的男人很丢脸，很羞愧，因此耶稣不要剥他两层皮，甚至直接超过他那个女生所想的，可不可以给我一杯水喝？希望有一点说引蛇出洞，这当然不是好的形容。我这有生命水，可是对尼哥底母，你几岁了？你还是可以混。你人生已经走过，像我六六十七岁，我越来越觉得我才不会时间跟你混。那耶稣直接，你还多久？你马上要面对永死，你已经八九十岁了，你继续当总统又怎么样？你把台湾拿起来又怎么样？你把欧洲拿起来又怎么样？你还是要面对永死死亡，耶稣很直接。你需要重生，不要装模作样，你要谦卑。虚心的人才有机会认识上帝，虚心谦卑。我过去在美国十二年，特别学生工作的时候，我发觉两种人最难信耶稣，第二个是会计，学会计的人，第二个是电机，当时是最灿烂的。我不需要福音啊，我这些前途光明。我劝你，你的儿女如果是财主，你要担心他会被世界拉走。如果他当总统很有地位，你要为他守望，那个位置很危险，很难谦卑。
像普丁谁敢讲他，川普谁敢讲他。可是尼哥底母来了，你虽然是用晚上的，没有人知道，我的同事不知道我要靠近耶稣，我明年要选总统，不要，所以一定有人选总统，不敢告诉人叫我受洗。他就是这个情况，但他至少好歹他来了，你好歹来了，就好好的直接认识这个耶稣到底是谁，人生可以重来。可是这个过程你需要虚心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哦，原来跟孔子讲的很不一样，跟苏格拉底讲的很不一样，虚心谦卑，甚至我教启示录的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，他不说你有学位的。而且我们面对老人就知道，人老的最后一个期，你要死之前哪一个 organ 是最后还方形的，就是耳朵。所以我就做老人事工其实很简单，特别的爸爸妈妈阿公快走了、啊，他讲不出话来，就告诉他，你听到我讲对不对，你只要哦一下，我为你祷告，让耶稣住进来，他即使不太能讲话，他听得到，带他做爵士，他眼泪会流下来，天上见面。耳朵有耳的可听能听，因此你来了不要为了风景，这景色很美，但会过去，这教堂会整修，将来教堂会拆，你要面对永生，你要面对上帝。虚心的有福了，谦卑。苏格兰长老会的领袖曾经问戴德生，戴德生把中国的福音的门打开，说你一定很曾经为了哦，你有多厉害啊，上帝让我把福音的门打开，上帝为什么救我，你一定挣扎开始骄傲。戴德生回答说，正好相反，我常常在想，上帝一定在寻找渺小又卑微的人为他使用，然后他找到了我。你来的而不是找财主，是上帝找你来的，你会在这边敬拜是上帝感动你来，不只是为了看景色，上帝找到你，他爱你，他挑你，他感动你，甚至要鼓励你说，你既然要结婚，要拍美的照片，好好把你们的婚姻放在上帝手中，不要结婚之后成为那个对象他痛苦的开始，不要嫁入夫家的时候让你们的公公婆婆开始痛苦，反而把他们成为祝福的管道。来拍一照，不要只是为了拍美美的照，好多影星拍了美美的照不到两年通通扯了，有意义吗？是上帝找到你的。 Change your attitude about why you come here， 为什么要来这。 Tim Keller 讲的对，纽约刚过世的上的牧师很熟的 Tim Keller， 要 change 你的 behavior 吗？先 change who you worship， 要改变你的行为，你的个性吗？改变你的信仰，谦卑来找上帝，谦卑的心是人生重来，你会来，绝对不要骄傲。将来你如果成为宰主走进来，所有人跟你鼓掌，不要卑微的坐下来，主啊，我需要你。不要那么骄傲，很多大君王、大财主，连医生可以很骄傲的。我的老二是医生，我很懂。医生，你们通通要我，我是 savior， 谦卑下来。这第三，谦卑的心。所以耶稣告诉你一个，直接插入，你要重生了，麦芽懒懒他惹蛇了，不要拉东扯西的了。第三、第四，圣灵进来开始神儿女第二个生日，两个生日，对。如果第二个生日的话，就太阳从东边出来，光线射进你的生命，是会有两个生日。 Mark Twain 说， The two most important days in your life are the day you were born， 妈妈生你的那一天， And the day you find out why，
被圣灵得着，我生命找到下半场的目标。是有两个天生日，第一天是妈妈生的，也是约翰第一章所说的，是从肉体，从情欲，是我爸爸妈妈同房，精子卵子一结合，我的降生，这是第一个生日。可是约翰第一章就讲到第二个生日，他说呢，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是从神生的。圣灵进来，你就开始重生。那尼哥底母听不懂，哎，什么叫圣灵重生？耶稣说，你就看到树在动啊，你看到风吗？没有啊，但是我知道树在动啊，我生命在改变啊，我到了路易斯坦，我生命在改变啊，退去贵我的太太就不好，现在开始对我的爸爸妈妈、公公婆婆很好。我过去执政党的时候，对下面压在野党，我上来的话准备逼迫在野党。不，一上来说为了台湾的未来来着想啊。我若是当老板，因此下面的女生我不会随便给她 me too 啊。虽然我控制她的薪水，会改变你的态度。否则的话你罢免我，就罢免你。我们就是这样政治生态。我们各行各业、企业界、教育界，教育界非常多的 me too。 我代代在台北大学教书，我才知道教育界里面我也在教书，非常多的性骚扰，或是诬告的性骚扰。我们都需要圣灵进来做第二个生日，对得起上帝，坦荡荡就让他光线照进来。这个教堂的设计是对的，坦荡荡，主啊，光照我，我需要第二个生日，我需要第二个生日。因此改变你的态度， Change your what you worship。基隆教会的创始人就是少旭，师母大他3岁，89岁的师母躺在病床，师母看到呢，他先生上帝的仆人那么累，然后还在服侍大我，我大他3岁，这个是太太，你会不会觉得不好意思？觉得哎，对你不好意思哎。少旭正要说，那还有什么办法？突然圣灵感动他了，那还有什么关系？改变了，我一定要有仇不报非君子吗？我们有没有赦罪、饶恕、原谅，然后整个台湾的政治、各行各业生态改变，包括在大学教书，包括教堂的分裂，我们可不可以用祝福的方式来对待对方呢？圣灵进来，你开始第二个生日。顺便补充，如果你没有圣灵进来的话呢，简单来说，我们都有一个生日，都会有两个死日。我是研究启示录的，会死之后呢，再死里复活，耶稣再来行审判，两次死日。被圣灵、被耶稣得救的人的话，是会有两个生日，会死一次而已。今生死的时候，耶稣再来把我们提升，生命改变，变成新造的人，永永远远跟耶稣在一起。两个生日，一个死日，或两个。一个生日，两个死日，脑筋有没有太迷糊了？脖子有没有断掉？这是圣经原则，圣经原则。那所以你生命改变，那你也不可能改变自己。弗洛伊德告诉人不能改变自己的啦，心理学家很难说告诉你改变自己，除了圣灵进来改变你自己。那些成同症的人很难改变他自己。除非他在你的肚子里面，在你的小学，在你的老师当中，在你的教学生当中，他看到老师的改变，他也改变。到那个位置已经太晚了。这第四、第五，信心是看见圣灵奇妙引导的眼睛。哦，你需要一个信心 ，trust faith。信心是看见圣灵。透过当初摩西举蛇，下面是抱怨，然后火蛇咬这些以色列200万人的时候呢，一举起蛇来，我如果举蛇，蛇为我挂在上面，我所有的罪通通挂在上面。The same way， 2000年前的耶稣挂在上面，我如果仰望他，我过去所有的罪过，
说了对不起我的，包括女朋友的事，对不起我老板或手下的事，通通会被赦免，然后上帝会改变你，不再那个方式来过对过这些人，那叫信心的眼睛。实际上耶稣做所有的心理学家，所有的人为行为科学家，所有人文主义者 whatever they do 不可能改变，耶稣做了所有人类科学家做不到的事。只要你仰望，我喜欢这个画 James T. Short 是美国的一个画家，他画主角耶稣不见了， whoever 任何人，下面包括进来第二堂路易斯堂的任何人说，只要你有仰望他，信靠他，他就赦免你的罪，管你多堕落，管你多脏，雨水从天而降，不土壤反为任何人，好人歹人，阳光照常照射，管你多脏，只要你仰望他，不管你多脏，无限的脏，无限脏，告诉隔壁你有救了。不敢讲对不对？还是听不懂？画面听得到吗？我知道第一堂音效其实很不好，告诉隔壁你有救了。这个人既然是无限的脏，都可以赦罪，而且可以看诗班里面看他们的敬拜，多感动，会把荣耀归给上帝。多少人想把荣耀归给我，我是 AI 的创始人，我是德国的，我是欧洲之父，多少人想把荣耀归给他自己。你蒙了以后就会愿意说，主，我把荣耀归给你，都是你做的， not me but because you。 那个是因为呢，信靠耶稣之后生命被光照，被英明的设计是对的，被英明的设计就是希望光光照进来你的黑暗，你就不在黑暗里面走。这个是要有信心的眼睛，一跟他连结，被英明。我有一次呢，因为贝聿铭，我欧洲包括罗浮宫都是他设计的，也一样设计这个，包括苏州那这些，包括纽约，我去了，很赞叹。我原来是学土木的。那我要讲一件事呢，我到了，我的老大大三，台大大四出国，那个暑假时间，明年他出国了，以后全家四个人出去玩的时间没有了。那我呢，就那个时候正好有人邀我在欧洲讲道，特别是南欧意大利人、温州人。那讲完道呢，就会去威尼斯，当然去这么精彩的地方，很美。带我玩威尼斯一家四口的人，很敬虔的温州的弟兄，名字很公益，叫公益，公益。不过他姓吴，吴公益。那跟我谈到一件在温州文革的时候的神迹，大跃进，什么意思？土法炼钢，什么意思？树头砍掉为了炼钢，很笨哎。鸟都没有东西吃，吃树皮的人，那家庭聚会还是要聚会啊，那怎么办？聚完会的时候还是聚会，所以大家拉一点东西放桌子上去聚会了，那东西。几百个人聚会，厨师进来一看啊，这么一点点，那几百个人等一下中餐过来吃饭，那我怎么办？可是他们已经很认真嘞，那怎么办？我只好死马当，切切杀杀，通通放大锅饭，就煮起来就这么多。聚完会过来要准备吃饭，哇，这么多人，就说林老师该怎么办？吃饭之前。该做什么事？祷告谢饭，今日的饮食主啊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奉耶稣名祷告完，厨师只好呢，掏耳朵挖一碗，放一个碗里面，挖一锅，你怎么还那么多？挖第二碗还这么多，第五碗，第十碗，一百碗，所有人吃饱还这么多。五饼二鱼的神迹是真的。 Whenever you need it， 不要给上帝的行神迹打折扣，他可以叫瞎眼看见是真的，可以叫瘸腿行嘴是真的，
我经历过类似的神迹。人生你如果很阴霾，如果当耶稣进来的话， You can repeat yourself again， 你人生可以重来。所以你今天来对的地方，耶稣在你的人生下半跟他连结，也就是第六点，与主连结就可经历耶稣所行的神迹。 So easy， 耶稣所做的你相信他，耶稣赦罪之恩你相信他，你如果跟他连结，耶稣曾经行过的一些神迹，包括他把水变酒，化学家会告诉你少了一个碳，职能不灭定律被颠覆，科学家不要叫嚣，上帝可以破坏或是改变那个神迹，那个 law of science， 先不要骄傲。水变酒，少了一个碳，对彼得来说那更是不可思议。我是捕鱼的，你是木匠而已，你管到这行业啊，可是我捕不到鱼耶。这个耶稣讲一句话，海里鱼通通上网，原来下面每一条鱼都听他的，原来风浪听他的，原来死人拉撒路听他的，他才是全能的神。你把他当作什么？很多无神的人，包括那些神上牧师很懂，很多自由很多批判圣经的人完全不懂圣经，甚至一句话风平浪静，一句话，这是呢荷兰画家 Rembrandt 所画的，一句话风平浪静。你人生不管任何风暴，你若呼求他仰望他，而不只是穿得漂漂亮亮来的， Well that's important too， But more important 你就来了，主啊我需要你光照我，来我从此以后到路易斯堂就是拜的不一样的态度，我就是要来朝拜你，主啊我拍了一个美的照片参加一个重要的 wedding， 我很好，但我要来朝拜你，跟他连结。一连结的时候你人生有风暴，他确实可以帮你挪除，你爸爸妈妈可能已经不在世上了，救不了你，你可能你的配偶已经走了，你很孤独，也不能帮你安葬。这个耶稣会除去你的人生的风暴。你可能的儿女很远呢，像我老大在美国，碰到人生困难的时候，我来不及去救他。你祷告说，上帝会格外帮助。那个上帝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、也无所不能，甚至呢，这是让牛顿一定很傻眼。安娜被点对，耶稣跟彼得通通反地心引力。这些自然法则需要的时候，上帝可以行神迹，为了帮助你来认识他是全能的神，好让你人生不管多阴霾，人生可以重来，跟他连结。基督教是关系的宗教，不是我有没有多少点水礼，我曾经捐了多少钱到庙，sure that's 重要。但如果没有格物致知，你只是习家治国平天下，没有格物致知，没有诚心正义，没有重生悔改，这些是白跑的，这些白跑的。该跑，但你的原点一定要有，跟他连结。他是真葡萄树，你跟他连结就会多结果子，就会经历到你如果没有路，上帝如果愿意在你人生迷路当中帮你开路。基督教是跟他的 being， 而不是人间宗教的 doing。 人间宗教都要你的 doing， 不管任何的宗教，摩门教一贯道种种要你的 doing。 我们是先有 being 跟他连结之后呢，自然而然，我如果当主管，我就不会因为这漂亮女生薪水是我的，我因此扣她，这叫她到我跟她到 hotel， 我怕对不起上帝啊，我怕对不起上帝啊。是那个 being 跟他连结之后才有 doing。 就牵涉到呢
人间宗教跟基督教最大的差别就在这了。圣经所描绘的是神的儿子成为人的儿子，好让人儿女的成为上帝的儿女。福音书如果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把它浓缩灌成香肠，就是这句话。初代教会说神的儿子变成人的儿子，好像人的儿女的变成上帝的儿女。这句话呢，这个写几个图很简单，却蛮重要，好让你今天有了解，原来福音是这个意思。这意思就是福音就是神的儿子进入玛利亚的肚子里面，道成肉身。然后耶稣30岁之前是木匠，30岁被圣灵所膏，就开始呢得胜你我的试探，好让你在东海、在台中任何试探，他有办法帮你除去。而且耶稣呼召这些学生或者成为门、成为使徒的这些人，通通是加利利国小没有毕业的。全世界最好的教育学家，对不起，不是孔子，我也很尊敬他，但是耶稣超过苏格拉底。国小没有毕业变成使徒，变成使徒。耶稣说虚心人有福了，他谈登山八福，他要把福气给在东海的你跟我。耶稣绝不是先带着审判，他带着祝福，因为这耶稣是右边的摩西所羡慕的。摩西抱了五经，就是拉斐尔的名画，你如果去过梵蒂冈教堂博物馆就知道，左边就是代表先知的以利亚，旧约的总纲是基督，上帝只透过耶稣说是我的儿子。人到上帝那里去只有一条路，是透过谁？耶稣。只有那个人说我是道路真体真理生命的，就是耶稣。上帝没有透过其他的宗教，包括释迦牟尼。我从小时候呢是台南县后壁阿辉庙的两千的客家，没有靠透过约会说这是我的儿子，没有透过你牧娘说这是我的儿子，他只透过耶稣说这是我的儿子，你要听他的。所以到上帝那里去只有一条路，绝对不是很多路， Only one way, one way up。管你是多堕落，管你是多，你可能对不起你的女朋友，何必急呢？等结婚再同房嘛。你可能对不起你的爸爸妈妈，像这个浪子呢，把他爸爸还没有死的养老金通通要了，然后去跟娼妓。右边哥哥是整个人间宗教界 ，You must do something good， 等于律法主义。爸爸，你怎么用？你也没有立位记的献祭的方式，他就得赦罪，那么简单，他只要悔改，他就被赦免。那是 beyond comprehension， 怎么可能呢？所以哥哥就冷冷的看。其实偌大的教堂啊，你又很可能呢？我请问一个重要重点：这两个兄弟，谁最想回他爸爸的家？谁心里面最想回他家？老二，你不要成为老大，回进来以后呢，是里面是空的，不想找他。老二在外面没有机会进来，他反而很想回家。你来了就记得，主啊，我要不只是这个建筑物 ，which is important， 我要回你的家，管你多堕落。那些失败的人最想回神的家。忧伤、堕落、犯罪、吸毒的人，最没有盼望的人，税吏、罪人，最希望回神的家。老实说，这个教会不是给白种阶级、白领阶级人，只是 alone， 任何人都可以进来做。这个教会是给任何人说：“主啊，我愿意。”根本没有前期功德。这就是福音。福音是神的儿子变成人的儿子，好像人儿女的变成上帝的儿女，付代价的是他，这位耶稣。火山党奉主名来的，谁知道一进去是被羞辱、被鞭打、被出卖，挂在上面，挂在上面。
中国人所说的好汉做事，他帮我们担，非常不人权。因为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因为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非常不人权。不要用人权来看神权，为我们被埋葬，为我们把罪投入深海，为我们死里复活升天。 Christ alone is sufficient， 耶稣 sufficient 够你，够你这辈子。你到路易斯堂说，主啊，我这辈子有你就够了。这个地方变成你的 memorial 纪念的地方，甚至耶稣帮你预备天上的家乡。爸爸妈妈信主受洗，我爸爸几年前被主接走，我知道天上会见面。我等一下就赶到嘉义看我妈妈，92岁，我能看几次我不知道。天上会见面，为什么？耶稣是道路，他是复活，是人间宗教没有办法完替的，他完替天上会团圆。这是大好的消息，不要只是看到美的教堂却忘了大好消息。人生从现在开始重来，这点宗教比较就好像你掉了坑里面。穆罕默德看到了他，就告诉他说，阿拉的意思就是你要掉在坑里面，说完就走人。佛教徒走过来说，你如果禁欲的话就不必在井里受苦，说完他也走人。印度教徒来了说，你如果井里面过信实的生活，他就可以脱胎转世，说完一样走人。孔子的话呢，他说，如果你不出门就不会掉井里面，受两层伤害。虽然他好心好意，耶稣来了，看到我这无限的伤，26岁把我从那个时候还在成功岭来这边，还在堕落，还在挣扎里面的路，这个地方是我信主之前的一个标志，我再来了，谢谢主爱我，您来了，谢谢主爱我。不要只是因为建筑物而已，他看到了你，把你带进来，你人生可以重来。这是第七，准备第八。如果手机要拍，赶快来拍。我们复习前面7点，这是第八点，要拍可以拍，活的所有人。第一，一起来请，人生道路两条，往灭亡或往永生。第二，多期待 Angel 的人生可以重来。第三，谦卑的心是人生重来的唯一门槛。第四，圣灵进来开始神儿女第二个生日。第五，第六，第七，最后第八。尼哥底母呢，是晚上黑黑的来，暗暗的，没有盼望。后来听到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的又永生了，死亡就不可怕了。因此，耶稣在十字架下面的时候，上面的时候呢，所有学生都怕了，溜了。尼哥底母跟亚历马太约瑟，这个人是犹太人未来的官，要选总统的了。过去是暗暗做门徒，他是晚上来，豁出去了，公开求比拉多，100斤香膏埋上耶稣，把自己的退休金，就是自己的坟墓，让给耶稣。每一次受难节的时候，你会谢谢这两个人。我们过去人生 NG， Now because Jesus，你们可以跟着我来找耶稣。身为这撒玛利亚妇人，5、6个丈夫大热天不要让人家知道，有了耶稣生命水之后呢，水罐都不要了，下城里面告诉我的同胞，这个人是弥赛亚耶，你们来找他，信耶稣就多了，豁出去了。甚至撒玛利亚教会建立一定跟他有关，因为使徒行传第八章彼得到撒玛利亚，一堆人信耶稣， foundation 一定跟他有关。我过去 NG，
你们来跟从耶稣就对了。最后拉撒路死了四天了，爸爸妈妈不在了，两个姐姐穷着急也不能帮我怎么样了。耶稣一句话站出来，好端端一站在那儿，别人就看到拉撒路就死里复活来认识耶稣。 Without saying any testimony， 不需要讲任何一句话，这个就触动马丁路德，也是我今天最后的 PowerPoint。马丁路德说呢，我们好像是得了生命的乞丐，就传道给其他的乞丐说，你来找耶稣啊，找外面吃一定会饿。我把它 extend 到你可能很渴，找到耶稣生命水之后，就让一些饥渴人说，你来找耶稣就对了，不会再渴。你过去是没有路，像瞎子，找到耶稣是世界的光，就传道给其他的瞎子说，你来找耶稣就会义人的路越走越明，黎明的光。你随时垂死者怕死亡，找到耶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，就传道给迷路的人说，你找耶稣包拯没有错。最后呢，你是垂死者，像我67岁，人生也不会多，找到的耶稣是复活，在我生命在我，就告诉外面的未亡人兄弟姐妹吗，来信耶稣到路易斯朗，这个是好地方，空的位置是给他们的，空的位置是给你的朋友的。你说主啊，我乐意成为 NG 人生之后带更多 NG 人生被上帝用的人，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吗？最后啊，愿意的话低头，所有人你把你的手放胸口，所有人我祷告一句，你跟我祷告一句，任何人包括基督徒祷告跟上帝讲话，低头，所有人，亲爱的天父，亲爱的主，我的心向你敞开，渴慕你来充满我，接纳我这个罪人，赦免我的过犯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，住到我里面来，不要再离开我，帮助我，引导我，洁净我，提升我，使用我人生的下半场，我人生从此单单为主用，荣耀你的名，让 NG 人生找到耶稣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